好舒服哦。对啊，感觉很享受哎，很棒，超棒，真的耶，好，超舒服，超舒服。所以老板娘，你们是从头，然后按到脸，然后肩膀，对对，然后脚，对对对，而且脚还在泡哦。没有看人家他们的泡脚的，哦，脚也有在按摩哎，就是有那个按摩的那个机器。那你这样分配的时间大概是，可能头几分钟，脸几分钟？我们呢比较特别，是我们没有算时间的哦，我们没有按计时器，对，我们没按，可以，这就是一定要按到服务完成，对对对对，是没有压力在，对对对对对。蔡正达来了，认真可以这样。蔡正打来，不要一下被挂掉，挂掉拒接拉黑。喂喂喂，干嘛干嘛啊？喂，叫了。谢依霖要玩个飞镖，怎么好像放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有飞镖？讲我们这边好玩东西。哎，他们在他们在跟我们炫耀说他们那边很好玩。你们这边玩什么？你们该不会已经在玩国王游戏了吧？掉到水里了！哇！哎，干什么？哎。怎么了？你先看一下我在干嘛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抓头哦。哇，太舒服了。好爽，好舒服哦。我们现在在录那个营业来吧营业中第三季了。你们是第二季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们开录了。我们开录，我们第三季第一集开录了。特别。第三季第一集。你们可以来当我们的来宾哦，拜拜。好。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下一位。哎呦，修哥，哎呦，修哥，你看修哥，哎，假姐不在，你就这样子玩，林莎太夸张，我们晚点线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发生活，好，跟我讲哦，我还有特别的招式，有声音，我有，我听到。这个播出会让我们家小朋友觉得我是来装。不会。就跟人家觉得舒服。超舒服。觉得这样的力道还可以。是你哦。可以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不错，哎，这拜托，拜托，我是有在练的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以为我平常录影真的？我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发现，哎，真的厉害。正常应该是什么？可以比较一下吗？有没有比较？没有伤害是？对。哦，没有，他手指头的，哦，灵活度，对，哦，对，他是用手指的末梢。在洗头，痛不要讲哦。好，不会。我觉得洗头跟台式真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是节奏很快速的那一种，但是又可以洗到表皮跟深层，就是我觉得是个很特别的体验。哦，热敷。哎，我刚刚就想说这个金环到底是什么用途？哦，哎，这个金环厉害，我觉得。嗯。觉得你舒服吗？我觉得非常舒服。哎，很特别。哦。很特别。对，好，对对。感谢制作单位。这个应该是最舒服的状态。真的。哇。还是我可以把套房在这边讲掉，可以吧？一个很尽兴的一个晚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现在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。哇，这个按摩没办法回答，叫我真的是超厉害。哇，这个超舒服。我觉得越南人很会享受，就是他们很知道在最短的时间让你全身都放松，然后也可以让你真的舒服的休息到。想看我们如何将素人大改造吗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哦！赶快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精彩内容绝对让你看得过瘾。